是什么品种的辣椒长相奇特惹人爱？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产，叫羊角椒。它皮薄肉厚，油多籽香，尝起来口感如何？这还叫不辣？至于吗？没那么辣。同是辣椒收获季，为何有人欢喜有人忧？这颜色不好啊，这个也不大。乡土专家能否找出辣椒地里出现问题的原因？你这个辣椒今年下来减产能减一半。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辣椒红了笑颜开》。帮扶规则介绍：在每期节目中，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就近寻找乡土专家，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并加以解决。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的一天是从辣椒开始的。吃过早饭，胃数深，又赶往辣椒地。当下正是辣椒成熟的季节，预示着一年的忙碌有所收获。可这并没有给胃数深带来安慰。搁到往年，在这一个地方不动，能粘上半袋子。哎，你看一大片，就才这么一把，没有辣椒，没有红的。求助农户魏树深，年龄49岁，求助问题：辣椒不红，个头小，产量低。接到魏树深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前往了解情况。您这个是什么辣椒？怎么这么矮呀、啊？就你看，就才到小腿这个地方。这羊角椒，这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产。你看我们这个辣椒啊，两个辣椒，你看长起来像两个羊角似的。哎，对，哎，长得像羊角，哎，羊角，所以这名字就叫羊角椒。哎，起名字叫羊角辣椒。鸡泽县地处河北平原，土壤偏碱性，适宜辣椒的生长。如今全县辣椒种植有8万亩，几乎家家户户种辣椒。魏树深种的30亩辣椒，尖儿上带钩，形似羊角，就是鸡泽本地的辣椒品种，羊角椒。那这辣椒主要是做什么用啊？是炒菜的那种吃法，还是怎么吃的比较多？像辣椒用途可广了，我们这辣椒啊，到那个食品上可以加工成辣椒酱，到那个集市上饭店里也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生着吃啊。就直接吃啊？啊，直接就可以加着吃。那等我尝尝。啊、你尝尝。嗯，这个辣度适中，这个辣也辣，哇！辣，这个还不算太辣。哇，被你骗了！你不是说这不辣吗？行吧，你条件长你更不行了。这还叫不辣？至于吗？没那么辣。在地里拿这个揪馒头吃。如果说吃了这比较辣的辣椒，怎么能去解这个辣呀？喝水也可以。我吃馒头。吃馒头。哎。没那么辣，那么辣，辣出眼泪吧。辣椒，一点辣都没有了，它就不叫辣椒了。对，辣椒的本质就是特色，你就得辣。我就觉得咬下去之后，它的那个皮儿啊比较薄，而里面的那个皮上的那个肉又比较厚实，而且水分也比较足。啊，您说这辣椒哪个部分最辣？我要把辣椒打开，手我得好好洗了。这部分最辣了，这个部分最辣。哎，对，为什么这个部分辣呀？啊，这个筋最辣了，这个筋都在这个地方了，就这个皮上这个白色的这一段。哎，这个筋，前面这一块不太辣，这块不辣，为啥呢？一点你看，它辣椒籽一烧，它筋一烧。如果能吃辣的话，可以吃这段。啊，这段最好了。不太能吃辣，对，要么吃下面，要么把这筋剔掉。辣椒之所以会辣，是因为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辣椒素的物质。辣椒素主要存在于辣椒的胎座和辣椒素腺体中，越靠近辣椒根部和辣椒素腺体的部位就越辣。现在给摸一摸，
他说摸一摸，嗯，哎，回家了就烧得慌了，哎，啊，摸一摸，什么意思呀？皮肤也会觉得辣吗？停一段时间，这个辣椒的汁扎到皮肤上了，皮肤就扎的疼，烧得慌。我现在就感觉这一块吧，有点热乎乎的，这就对了。我们感受到的辣其实不是味觉，而是辣椒素与舌头上的味蕾或皮肤接触时产生的一种温度在43摄氏度以上的灼痛感，这就是我们经常感受到的辣。您这怎么辣椒有红的还有绿的呀？这边长成个以后，是个青色辣椒，长成了，先是长成绿的，长成绿的，然后呢？再转成紫色的，再变成这种人，再变成红色的，再变成红色的。现在正是采收第二茬辣椒时候，红的是正在采收的第二茬。哎，对。那这绿的呢？绿的是第三茬了，像这种。羊角椒在当地每年5月定植，6月份开始开花坐果，8月中旬收获第一茬，9月中旬收获第二茬，10月中下旬收获最后一茬，眼下正采收第二茬，可未树深的辣椒却出了问题。你看，都是这个小辣椒。哦，个小，个小，站不起来。哎呦，这跟刚才那比起来，比起来小多了。小多了，哎，你看这是不是也小？也小，那都就辣椒就站不好，都不大。今天你看这辣椒都暂时都不好。这有多少厘米啊？这个？这个也12厘米。你看，我感觉跟我一手掌，差不太多了。你看这个跟最小的这比起来，一倍还多呢。对。在地里让它多长一段时间，还能再长大吗？这个相对就到这个成熟期了，它都不长了，就不会再长了，不会再长了，就这么大了。正常的羊角椒个头应该在15到20厘米，可未树深的辣椒普遍在10厘米左右。不仅如此，还存在更严重的问题。你看，都是青的多，红的少，没有红的。你看，就这片都还没有采摘了啊。都是青的，像往年的那红的，在地里就看出来红了，这一溜家红干干的一片。你看这辣椒，这一颗上面就没有红的，你看，那就红了。咱数数，我看这一颗上面有一个、两个、三个，哎呦，这两颗了，这是两颗，这一颗。这一颗上面就两个红的。那正常情况下，一亩地能摘到多少这个标准的红辣椒？正常情况下，像这红辣椒能摘到1500到2000斤左右。那今年呢？今年不行，今年头一茬就才栽了，头一茬摘到1000斤左右，头一茬就不行。那这第二茬呢？第二茬更不行了，第二茬呀，要这样算上，这一亩地啊，也就摘个100多斤，200斤左右是吧？200斤左右。在当地，主要以卖红辣椒为主，然而未树深的辣椒红得慢，这让他很着急。那今年出现这个情况以后，您有没有找人去问问，或者找人来帮您看看是怎么回事啊？哎，找过来这看，看不出来怎么回事，可能今年管理不好，也不知道。辣椒是魏树深一家的主要收入指望，为了多增加点收入，今年扩大到了30亩，一心期待有个好收成，可事与愿违。那我帮您摘点吧，先，好吧？好的，好。不太好走啊，这个都卡在这儿，而且这还不好找。你搁到往在这一个地方不动，能粘上半袋子。是吗？哎，你看一大片，你看就才这么一把。就往下摘的时候，就发现它的这个红辣椒真的是不多，因为在那成片的里面，可能也就能摘出那么10几20个。合格的那种红辣椒来，摘起来也挺费劲的，就是一直得弯着腰。啊，一直得弯着腰。就是那要摘辣椒的时候，你们一天都得在地里这么弯着腰。哎，对，除了就中午吃饭的时候，其余的时间都在地里。那这在地里干一天活，腰嘞，这个手烧得慌。摘辣椒你不小心把辣椒弄破了，这个纸扎到手上啊，贼烧贼烧的。就是晚上都睡不上觉的晚上，哎，腰疼的情况下跪那儿了。减少这个腰的这个痛苦吧。我想我这一年年加这膏药都没有断过。膏药哎，现在这身上都有。我看还贴着呢吗？贴着了。在哪儿呢？哎呦，还真是。贴着了呢。站着摘呢，你要一直弯着腰；但你蹲下来摘呢，时间长了又会感觉腿特别酸。我感觉他这边要去摘辣椒的时候，就对于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22.1公斤，这个1.3块一斤。你就辣椒这个那个可以给到你1.5块啊。下一个来，来，咱们把辣椒给卡开。这个颜色不好啊，这个也不大，你看。太小，你看有的对对对有的它低于已经低于这个10公分了，那最多给到你6毛。这里脚下这算高点，那多给一毛。这回去还得再剪一剪啊，完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是说这个勉强收购的。那您的这个辣椒的收购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收怎么样去定这个价格？哦，你看我们的收购标准啊，一个说是这个辣椒的一个颜色，一个是这个长度啊。它这个长度大概就是20多公分啊，包括这个颜色啊比较红，比较纯正，价钱大概就是在1.2到1.6之间啊。说比如说小于这个10公分的，像这种长不红的这种辣椒的话，这个成本就会更低，可能也就在4-5毛左右，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做出来这样的颜色啊，口感也不错啊，所以说就是相应的话价格就会低一些。那您这辣椒收过来是怎么去做这个辣椒酱的？行，那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就明白了。可以去看一下啊。对对对，行。羊角椒皮儿薄肉厚，油多籽香，水分足，特别适合做辣椒酱。为了保证口感，摘下的辣椒会在第一时间运到加工厂售卖。然而未熟身的辣椒个头小，颜色不红，一斤就少收入0.8元。就收回来的辣椒直接就进到这个池子里面。对对，进到池子里面。对对，把它倒了以后再用这个盐腌上啊，就是一斤辣椒一斤盐，是这样啊。这怎么会有这么多？因为是水吗？不是，你看，因为你辣椒里面是有水分的，这个你的鲜辣椒遇盐了以后，它肯定要出水啊，发酵周期大概就3到6个月啊，之后又就可以使用了，比如说这个就可以进那个保存时间。这个口感的话是香辣为主，非常适合北方人。哎，比在您地里吃的那个生的辣度要轻多了，对对对，是吧？这生的，你超见着你更不行了。香脆辣啊，这就是北方人爱吃辣酱的一个特点。羊角椒油多籽香，再加上花生、瓜子的酥脆，做出的辣椒酱香而不辣，口感丰富，特别适合北方人的喜好。欢迎你来到大美丽乡村，辣椒之乡，大伟清村。这边怎么还叫这个辣椒之乡啊？我们村里一般都以种植辣椒为主，以辣椒这不现在都又来了这个经济收入了。我觉得村子里这个辣椒的这元素还挺多的啊。对对对，这是路牌儿，这路牌也都是做成辣椒的那个形状了啊。对对对，是吧？哎，你看我村里都是以种辣椒为主啊。里面都会教你看一看。哦，这您家这院子感觉还挺宽敞的呀。哦，你看我们一家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嘞，这我大日子在这住着嘞。哦，下边计划来下小日子在这住。哦，然后那您是？我就住在东边这一块。哦，这个屋子。啊，对对对。哦，您跟两个孩子都在一个大院里。啊，我那挺好。那到回到家了，都热闹，挺热闹吧？哎，您这树上怎么还挂了辣椒啊？哎，你种植辣椒都有这个风俗习惯。到这个采收季节了，去地里选点这个好辣椒，挂到家里。第一呢可以避避邪，再来也还可以，也可以当多挂点，可以当种子用。辣椒在基泽人心中有吉祥的寓意，每逢新房上梁、姑娘出嫁，都会挂串辣椒图个吉利。您种了多长时间辣椒了？到我爷爷奶奶在的时候，他们那一代都可以啊。到小的时候。有时候放学了，跟着大人一块到地里，到地里帮忙嘛。啊，您这跟着羊角椒打了30多年的交道。也可以这么认为，三十年可就多了，我得40年了呗。一开始种过30亩，后来最后说发展到30亩。原先种的都是小平房，
就是小土方。这房子也是中辣椒挣钱盖起来的。对，感觉到这一进这个屋就感觉出来这个凉堂了，你心情也好了，心情也不一样了。魏树深祖祖辈辈种植辣椒，不仅对辣椒有着深厚的情感，还依靠辣椒过上了好日子。今年的辣椒长势不好，这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心里啊就是不好受。今天就种了个地，到最后了，是不是？这个就是种了，倒出一场空了。忙活一年，其实就是等现在收的这个时候，对，赶紧去卖钱。对。结果品质又不是特别好，人还压一价。对。孩子能理解您现在身上的这种压力、这种负担。说实在不让他们知道，就说这个一个人能这个成熟，是不是不压就坏了。而且魏大哥他从事了30多年，将近40年的一个，如果说他不喜欢辣椒这个行业，他不可能干这么长时间。今年对于魏大哥来说可能又是非常难的一年，所以他要去承担家庭当中最重的这一份压力。现在就是过滤好这个混合的这个辣椒色素和这个溶剂混合在一起的，加60%的乙醇，这个就分离开了。红色素。在刘玉泉的辣椒园区里，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活动正在进行。红色素就是我们这个辣椒的红色，这是食用的，可以吃。用这个颜色要让你们用干什么用啊？辣椒中含有丰富的红色素，可用作食品、化妆品、药片、糖衣的着色剂。在明朝末年，我们基泽有一个人，说是一个叫贾贵的，他回家探亲的时候，他把辣椒带进了皇宫，所以说这个辣椒就进入皇宫了。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这一代，这个小朋友，他都对农业很陌生，所以把小学生组织来以后，我们就给他讲这个辣椒的起源，在基泽的种植历史有多长时间。乡土专家刘玉泉，辣椒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种植辣椒8年。刘玉泉经营的合作社辣椒种植面积2900亩，辣椒大棚15个，同时还引进了很多新品种，五彩挂上椒，颜色，哦，这都辣椒啊？对，这叫竹子椒，这个主要在贵州、四川、辣度相对稍微辣一点，这边是这个水果辣椒，我觉得有点像一草莓。哎，对，你尝一尝，一点都不辣，一点不辣，这个真的就是。完全是可以当水果去吃。对，但这是朝天椒，对吧？对，这朝天椒就很有意思。对，看在这儿，朝天生长辣度也非常高。这个是海南的一个品种，叫黄灯笼，你可以感觉一下它的辣度。怎么感觉一下？你闻一下吧。闻一下。哎呦，我觉得特别呛。这个呛。对，现在在国际上有一个辣度的标识单位，就是叫史高维尔，这个史高维尔这么一个计量单位，对，它辣度应该在10万。朝天椒的这个计量单位是多少？5万。它是朝天椒一倍的辣。对。你好，刘老师，哎，魏大哥，看看他这辣椒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看看这辣椒，你看今天这个头也小，这个上面都没辣椒，哎，都没有辣椒，你看今天，没有红的，你看红的，你看就没有红的。那就几个，这个上面还有个红的，还有红的太少了，太少了，你没有红的。
你这个辣椒今年下来差不多了，煎才能煎一半。你是什么时候种的？我那个春天我种的那个洋白菜吧，嗯，种完也收完那个我栽的辣椒，今六月份了。那你这个辣椒种了六月份有点晚，五月上旬种，那是最好了。但是你是两季了？哎，我收的是两季。两季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收两季啊？在种辣椒以前，他种了一季这个回头麦，这一季收了以后，才能再种辣椒。今年是魏树深第一次尝试先种甘蓝再种辣椒的模式，在二月份种上甘蓝，到六月中旬全部收获，收获完甘蓝直接种辣椒，这样和往常相比，魏树深一亩地就可以多收入一茬甘蓝的钱，大约是七八千元左右。可刘玉泉却指出，在当地五月上旬才是种辣椒的最佳时期，本想着多种一茬甘蓝不让土地闲置还能增加收入，却是辣椒种植延迟了半个月，导致开花结果变红等整个生育期延迟，辣椒亩产量也减产一半，一亩地至少少收入两千元。你在种甘蓝的时候，你应该用上小工棚，能提高低温，能使甘蓝提前八月，最少八月时间是可以全部能收了。你说用完小工棚以后，咱这个时间可以往下提一提。你看现在第二套应该都就红了。乡土专家建议，魏树深明年在二月份种植甘蓝的时候，就扣上小拱棚。小拱棚可以提高地温，利于甘蓝的快速生长，缩短生长周期。这样到五月上旬就能成熟收获，收获完甘蓝再种辣椒就不会延误辣椒的生长。要把这个时间算好，要科学种田。哎，咱明天还得改革啊得。这个甘蓝也能多收，辣椒也能丰收。在这个种完甘蓝以后，再这个吹辣椒，是上旺季旺上几天，旺上几天，我们考虑说这个能受这个最大影响就到最后了。植株密度大，为何会影响辣椒生长？它这个辣椒在小边，它就见不了光，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施肥到底有何讲究，才能保证结出的辣椒又红又大？到最后，那就需要用加肥了。同样是自留种，为什么魏树深的辣椒长势就差？为什么到我这儿就就不行了？想了解更多内容，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辣椒红了笑颜开》。求助农户魏树深种植的辣椒出现了问题，帮小哥找来乡土专家解决问题。乡土专家指出，辣椒种植时间晚，导致个头小不红。除此之外，魏树深的辣椒地里还存在哪些问题呢？你这个地这个密度太大，种这个辣椒都一走把辣椒捆了就密度大。我给你测一下，只有23公分。株距是23厘米。对，那正常情况应该是多少比较合理啊？这个株距最少要在35到40之间。它这个汉距不行，汉距没有80公分吧？43公分。43公分。这个是60公分，60公分。那这株行距都达不到要求。都达不到要求。这个密度大了，它这个辣椒在小边，它就见不了光，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所以说，这个你现在这个辣椒，红辣椒少。我现在充分的把这个地里这个资源全部都利用起来，多种点株，能咱最后咱能买辣椒的时候，咱能多摘点辣椒，多增加点收入。陆地种植羊角椒，适宜的株距要在35到40厘米之间。行距在80厘米，而魏树深的辣椒地株距行距都小，这样不利于通风透光，影响植株进行光合作用。除了种植晚、密度大，乡土专家又发现了其他问题。但是影响转色的还有一个主要因素就是啥？是加肥。开始那个整理地中，我一般都施的啥肥？我们都使用那个大力叫防合肥。追了这个啥肥了？所以一般像这辣椒，一般我想我是山的话，都是山这个防合肥比较多。一般情况下呢，大力叫防合肥，它都是偏重于氮，氮的含量比较高。所以说辣椒在生长期前期，氮肥多一点是比较好。到中后期必须是
磷肺，尤其是到后期加肺是最关键了。他只知道就是，我前期把肺料用足了，后期也不用施加肺，啥就不用了。这个你按传统的这个施肺方法，这个没有突出分阶段用啥肺？打个比方吧，小孩的生长，这个你开始前期，你必须得叫他增加营养，这样才能发育的快。这个老姚也是一样，在前期他主要长蜘蛛，哎，他这个蜘蛛长大了，他这个抗病能力也就强了，是，哎，到最后，哎，要把他长得有壮实，有好看，真正的成了一个帅哥，是不是？那就需要用加肺了。哎，可以让它长了个大，并且牙齿好看，哎，所以说这个加肺在里边这个作用，哎，也是非常关键的。辣椒生长过程中离不开氮肥、磷肥及钾肥。生长前期，氮肥可以加快养分吸收，促进植株的生长；生长中期，磷肥可以提高结果率，增加作物产量；到了后期，辣椒长个和转色时，就要施用钾肥。钾肥可以促进果实膨大和转色，可魏树深并没有单独追施钾肥，进而影响了果实的膨大和转色。不像你说的没那么简单，这个就这么高，是，上面还没有辣椒，有辣椒也是一点点，这么个小辣椒，这有了这个蜘蛛就这么小，大小不一样。是哈，接了这个辣椒个头有了大，它有了就很小，它不孕是吧？还不孕，这个里边还有，还存在别的问题了。那肯定的是，那是。再一个你咱感觉哈，它这个辣度你看了，它辣度，这辣椒挺辣的。你看，你感觉一下，咱这真的到底几个辣椒？到这几个辣椒咱看一下，这个辣椒感觉不来了，我吃的感觉不来了。哎，我感觉我这个还有，你吃的我这个还有点老了。这个就感觉一点小个的感觉不来这么辣。所以说这个辣椒你这怎么辣椒辣度会有区别吗？因为那天我来了就吃了一个辣椒嘛，我觉得那个特别辣，我就不敢吃了。但这个怎么好像没有那天那么辣。同是一个品种的辣椒，不同植株结出的辣椒竟然辣度不一。为了进一步确认，专家现场又采了几个辣椒让大家品尝。再尝一个，我吃这个就不辣。这个我这个辣，我这个比原来那个稍微辣一点。我这两个辣椒辣度不一样，我第一个就不太辣，但您给我的第二个哈就比较偏辣。肯定跟这个品种有关系。这不都是同一个品种吗？同一个品种应该植株整齐，辣椒个头也要一致，辣度虽然有差异，但差异不会太大。刘玉泉判断辣椒植株高低不一，辣度不一，很可能是辣椒的品种不纯。为了验证判断，刘玉泉带着不同植株上的红辣椒和大家一起来到一家检测中心。这个给你带来点辣椒，像采药的看它这个辣度是不是一致。档次啊，分开做啊啊。这个辣度是这个1088，正常范围像这个羊角角应该在1500到2500之间，啊，2678，对，是2200，只有这个样本是正常的，对吧？对对对，那确实是同一批的这个辣椒，但是它的这个辣度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差异又太大。看来通过这个检测是可以去验证您的推测了。对，同这个同一个品种这个辣椒，这个红上结这个辣椒就辣，那个红上结这个辣椒就不辣。但是咱以前还是
不知道这个问题啊。这个农户只知道，他种辣椒，他对辣椒的这个辣度啦，这个一些辣椒的这个基本的常识，他都不了解，他也不挂心，他只是挂心辣椒的产量。通过检测，验证了刘玉泉的判断。为什么魏树深的辣椒品种不纯呢？乡土专家决定第二天再去地里看看。你种这个辣椒，你是给哪买的种？给紫小地的这个选的这个种，紫六种。紫六种，对对对。他一说紫六种，我就知道他这个辣椒这个产量低、果实小的原因在哪里了。紫六种不行。以前种植的祖祖辈辈传来都是自己留的这个种子，为什么到我这就这个就不行了？它自留种它应该是啥呀？你周边的不种辣椒，只是就你这一块地是辣椒，或者是说你这一片地相当大的一片地，它这个造礁它一般的就造礁不了。都种辣椒，它这个辣椒跟你的辣椒之间来回不同的辣椒之间的造礁是在地里来，它就分离推好，它就便宜了。科学的自留种是选用相对独立的辣椒地块，而魏树深的辣椒地被周边的几家辣椒地块包围，这样陆地种植条件下，在花期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地块之间传粉，尤其是不同品种之间的传粉。在这种环境中选出的种子往往会出现退化变异的现象，导致种子不纯，这是造成魏树深今年辣椒品质不好的主要原因。种辣椒虽说是种了多少年了，但是真正的科学的种植方法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所以说我愿意让农户去我大棚看看如何育种，看我种出来辣椒产量怎么样，用事实让他们相信这个好的种子和自留种的区别，从根本上把它这种的这个观念给它扭转过来。乡土专家基地里的辣椒到底长得怎么样？你看这辣椒本身的尖又多，辣椒芽菜也好看。育种大棚里又是怎样一番景象？要看这辣椒，我的辣椒就没法种了，就乡土专家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帮魏树深走出困境？抓紧喷施磷酸氯氰胶补胶。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辣椒红了笑颜开，乡土专家刘玉泉发现，除了种植时间晚，魏树深的辣椒地里还存在植株密度大、缺钾肥、种子不纯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魏树深缺乏科学的辣椒种植管理方法。为了扭转魏树深土方法种植辣椒的思想观念，刘玉泉决定带他去参观自己的辣椒种植基地。您好，您好，到您这儿来参观一下。欢迎。走，那您到参观一下。你这辣椒，我感觉这长度比您那儿长一些。有长度长一些，是吧？你看，再比手掌。我记得在您那儿大概到我手掌心的位置，这已经比那长不少了。这辣椒长得就是根儿还到，这个芽菜还好。你看看我这株行距，来，咱看看李老师，看你这个株行距是多少？株距40。对，你那个30还不到嘞子。行距呢？都正好80。是吧？所以说你那个密度太大，通风透光不好，这个必须得合理密植。到后期啊，多施磷肥、钾肥，重点是钾肥，尤其是到后期，我这已经。浇肥最少用过两遍。像你这个辣椒，这一亩地能产多少了？第一场采摘的一亩地就是采摘2000斤，这不现在采摘是第二场，我估计第二场采摘吧，这一遍能一亩地能弄1500斤。好家伙，刘老师，像你说你这第二场都能采摘1500斤，我这地一股下来两遍了，采摘了还没有1500斤嘞。你要想知道这个高产的秘密啊，啊，我带你到我那个育种大棚看看。行，看看，你看看我这个大棚种的辣椒。是是是是。
哦，你这辣椒长得又高。见过这个辣椒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还头一次。头一这都是羊角椒吗？头一次，头一次长。你看这辣椒本身尖儿又多，辣椒颜色也好看。咱去了，这现在辣椒都得买个一等一的好椒材，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要看这辣椒，我这辣椒就没法种了，就。嗯，我那地里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这辣椒。这辣椒植株的这高度都跟我身高的差不多了。这得有个将近1.8米，高的地方是不是2米都得有了？对对对。这边怎么这辣椒长得这么高啊？这个在大棚里边，这个昼夜温差小，是。所以说白天生长，晚上也生长。它一直所以说长得高了。那您说这个辣椒，您主要是用来留种的？对，辣椒是那个我家结了，挂了结了又多。你看辣椒颜色又好，要留上种子的话，肯定是来年一定一个好收成。像咱们这个留着种子，你得花不少钱吧得？是。肯定比你只留种成本要高。卖种子也好，卖苗也好，这个一颗种子交钱。都在1毛钱以内，超不过1毛钱，一共投资就是3-4万块钱。这亩地啊，对对对，哎、但是你产量一亩地要弄增产1000斤，那价格是多少啊？对对对对，所以说比个种子的价格增产1000斤，对，就平均算1斤1块多钱，对，1块5毛钱，这能多收入1500，对，但是每亩地多投入个三四百块钱，对。只有好种好苗才能增收，才最划算。乡土专家建议，要想种出品质好的辣椒，还是要买种子自己育苗，或是买已经育好的苗。这辣椒这么密，怎么干活呢？这怎么摘辣椒呢？哎，这个不用你花招，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嗯，这就是你秘密武器，这不就咱们教那个小凳子吗？嘿，这个小凳子你会用不会？这不就这样做不就完了吗？这样做你采摘、携带就不方便了。是，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好，这样穿进去。好，这样穿进去。哟，这两盆谁照用了？哎，看看您转过来看一下，看看屁股后面挂在屁股上，这小凳子。对，然后就。一蹲，坐着就可以，哎，就可以摘辣椒了，可以摘辣椒干活，哦，都很方便，把两只手可以腾出来。让我试一试，试试吧，让我试试看这怎么用这个武器。就看看，就看干活怎么样？方便吗？它就是挺方便，这个比我地里干活好多了，在我地里干活老是冒着腰，这个干了半上火了是吧？这个腰疼，这个加班疼，哎，我体验这个挺好，体验这个，我回去我得搞几个小凳子去我地里摘辣椒，因为啥？咱坐那了，咱摘一上辣椒，咱这个不累得慌了。这是什么东西？这不就是咱们叫那个上床那个网的吗？对，这是防虫网是吧？哎、对。在大棚里边种辣椒，它需要通风。它通风如果不用防虫网，你看就这些虫子就飞进去了。你这个昆虫进去了以后，它一个是能传播病毒，再一个，它这个是辣椒都互相就杂交了。杂交了以后，辣椒纯度就不行了。是是。所以其实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保证让辣椒有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活环境。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品种去杂交了。对对。在大棚里育种，加上防虫网，可以营造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阻挡了昆虫传播病毒，也防止与其他辣椒品种杂交，保证种子的纯度。陆地留种导致品种不纯，不只是魏树深此刻正面临的困境。也曾让乡土专家吃尽苦头。以前我们在陆地把辣椒在地里，认为是最好的辣椒，留着种子了。留种子，结果我们第二年给这个辣椒种植户，让人家种辣椒，结果种了以后，辣椒出现这个变异，又高又低了，也有辣椒又大了又小了，看的就不好。这个品相也不好，卖辣椒
这个脚钱买不了好脚去，结果人家都找上门了。是是是，叫我们给人家陪产。那年您那是育了多大面积的苗啊？哎呀，五千亩。五千亩？对，五千亩，五千亩的苗子，就等于全都白干了呗。对对对对对，后边这个，所以说这个芦地不行，我们才想着，哎，在大棚里边，这样才能保证这个辣椒的品质，辣椒的这个种的纯度，还得按照这个咱们正规的八分。我的小辈，我这个思想我得改变一下子。你不是家拿来光一个体力劳动，是是是，也需要需要大脑。我作为合作社，对对，也要带头种好辣椒，把小辣椒做成大的文章。对对对，不光带动，而且还要推动你们，嗯嗯，把这个辣椒做大做强。嗯，这个魏楚臣是一个辣椒种植大户，他对辣椒种植是非常有感情。他辣椒种植出现问题了，他也很小心，也很急，所以说我也愿意帮他把这些问题解决了，把急着把辣椒种好。为了进一步帮助农户解决问题，乡土专家带着工人来到魏树深的辣椒地，针对植株密度过大的问题，刘玉泉建议把空株和空枝去掉，便于植株通风透光，促进辣椒转红。像这块辣椒，基本上就没上辣椒。哦，就这个小辣椒，这个小辣椒，在常年以前它就成不了，成不了时间，所以就把它拔掉。这块辣椒就把它拔了，是吧？哦，这样了，你看这一片，这边就通风，这一片就通风透光，是就好，就好通风透光。像这个辣椒，这个上面基本上就是几个小辣椒，都成不了事，是吧？长不长，所以说。就把它控制，就把它夹点。没了，你要身上没有辣椒吧，这就夹点是吧？对对对，就把它夹了以后，通风透光就好了。啊，通风透光就好。刚才我给大家说了这个控株控制，都明白了没有？明白。好，来，撒开吧，撒开，开始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啊。种植那啥的，控制没了，控制没了，对，整个这个辣椒之间了，通风透光。一看着这个辣椒里面了，就给它热的了，要咱回去就给腰趴在那穿的是，是不是乱七八糟的？你看这整理的好像是又跳又立了。整理完空枝、空株，针对辣椒个头小不红的问题，乡土专家还建议及早补充钾肥。基本上就像这个青辣椒的这个，这个果实已经就它长成了。你现在呢，唯一补救办法就是抓紧喷施磷酸二磷钾补钾。哦。用磷酸二磷钾配比。哦。这个药和水的配比就按比例一比一千。一比一千呗。到一千二都可以。哦，都可以啊。一比。通过给植株喷施磷酸二氢钾，可以促进辣椒的成熟，利于膨果和转色。乡土专家建议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连续喷2次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个今年这个辣椒已经是这个样子了，辣椒这个纯度不行，就是往上补了，只能就做到这儿。在这个下游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你的产量，提高你的品质。以后这个在种辣椒，这个一定要到专业的这个正规的种植公司购买种子，或者是到专业的育苗农场、育苗院买这个辣椒苗，千万不能再自由种了。有刘老师，你给我这个帮忙解决这个疑难杂症，我下一步啊，我还得再多扭转这地。哎，咱就是共同带头把咱这个急着这个辣椒产业做大做强。行。帮扶2个月后，求助农户魏树深给栏目组发来了一段视频。大家好，我是这个农户魏树深。现在这把刘老师请来，叫我这个使用了剪肥以后，我辣椒这个个头就变大了。
陆陆续续都红了，我这三十来亩地说摘了两万来斤，收入买的是脚下是买的是1块钱一斤，收入来说这不到两万来块钱。我现在这我老家这已经落上了，明年我继续种老家，不自留种了，咱去这苗场里卖这个下城的面，按照刘老师说的方案，咱是科学种田，合理的米质，科学管理，明年把老家咱一定来种好。切完辣椒，手上沾满辣椒汁，疼痛难忍怎么办？我们可以在手上涂抹盐、白醋。辣椒素又名辣椒碱，醋能中和辣椒碱，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充分揉搓之后，再用清水洗净即可。辣椒切碎，放入姜末、蒜丁、豆豉、白糖、鸡精、盐等调料搅拌后，铺在准备好的鱼头上，蒸15分钟后，出锅浇热油，一盘香辣剁椒鱼头就做好了。辣椒横向剖片，将调好的肉馅塞进辣椒中。上锅蒸5分钟后，一道美味的肉末蒸辣椒就做好了。完整的新鲜辣椒过油，糖、醋、酱油调汁，再将调好的汁淋到辣椒上，一盘香酥的糖醋辣椒就出锅了。热锅将牛油化开，放入姜片、香料、干辣椒段、豆瓣酱等炒制，最后放入火锅红油底料化开，小火炒至冒泡时即可出锅。